大家，那我们来开始下一场。我们欢迎吴彦宽带来的 Kernel Mode Linux 在效能上的改进及探讨。喂，大家好，那我是这次我要带来的是那个 Kernel Mode Linux 的在效能上的改进及探讨。那我很抱歉跟各位讲，就是现在题目改成这样子，没有那个效能上的改进。对，原因就是我没有改出来。对，然后我会非常希望，就是在座有非常资深的这些 Kernel 的前辈，如果对就是我这就是我等一下讲的一些东西的修改，然后或者说你觉得我有所欠缺的，都可以麻烦在私底下跟我讲，或在 Q&A 的时候问我，因为就是我现在是改了一个版本，但是其实在程式在载入的时候，它的那个它的 memory 会乱跳，会直接跳到 undefined 这样子，所以其实是这方面我在这方面的资历还没有像各位前辈这么好，那我就把我能指导跟我改的部分，甚至是我能分享的部分跟大家说这样子。好，那关于我你可能很意外的点，就是大概有这十点，就是我是数学系，我原本是从数学系毕业的。那在大一下的时候，就是我后来考上资工所，但是我其实大一下资工计算机概论是就被当的，对。然后现在也是硕士生，就是双关 ，OK， 硕士这样子。那对，在这边在那个达文西宇宙当杂工，然后跟有做过水电相关的工作，然后有室内配线以及的执照，跟还有可能装潢过15坪的房子，那小套房，那也担任，就是现在也是担任那个物联网的那个讲师这样子，对，然后梦想是成为发明家，好，没有很意外吗？好，那就是online 的话，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直接来探讨是什么是 KML， 就是大家来这边应该都会想要知道，就是 Kernel Mode Linux 就是什么。跟为什么我们要研究 Kernel Mode Linux， 跟它的实作我们该注意什么？对，那就如我前面所说，就是实验数据，对，暂时是没有。那好，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这样子。那 Kernel Mode Linux 到底是什么？而简单讲 ，Kernel Mode Linux 讲简单就是 Execute the User Program in Kernel Mode。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执行，像我们在Home 下面执行的 Hello World。再来就是它是一个 user program in user mode。那今天我们 kernel mode Linux 呢是想要把所谓的 user program 让它执行在 kernel mode 里面。那我们并不是要把所有的 kernel 所有的 user program 全部跑在 kernel mode 里面，而是我们只把部分的这个 program 跑在这个，把有启动这 kernel mode 的这个 mechanical。那举例来讲，我们可能就会放在一个叫做 trust 的这个目录下面。那我们的在做elf loader 在判别我们在哪一个位置的时候，例如说我们判别到我们是在 trust 的地方，我们就会特别去执行那个 kernel mode， 就会特别把我们的程式 load 到 kernel mode 里面去。那这样子的好处其实就是 kernel mode address，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去存取。Kernel address space， 因为我们照理来说，我们在使用在 user mode 的时候，我们使用任何的 season code 的时候，就是可能 write、rewrite、open 啊之类的 season code， 我们都需要透过系统呼叫，再到 kernel 的那个seize 的 open 的地方接住，然后再往后继续跑，然后 kernel 做完之后，再把 return 的 result 再一路这样传回来。那假如说我们直接把 user program 丢到，把 user program 在 execute 在Kernel mode 里面的话，我们就等于是不需要做这个 mode 的转换，所以就是所有这个 season code 中间的 overhead， 像是kernel switch， 像是 SVC 的season code 的那个的 latency， 还有mode 的，就是 mode 的转换，都会被我们省略。对，所以这样子你的 latency 跟你的效能就会有所提升。然后这个方式呢，其实大家最常会联想到就是那这跟我写在 kernel module 里面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如果把它写成 kernel module， 第一个就是应该说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这 KNL 的这个机制呢，就是让
一般的使用者的程式不需要做任何修改，只是它跑的地方换成那个比较高 privilege 在 kernel mode 这个地方，在 kernel 这个 privilege 的地方。对，所以这就是最主要差别。当然还有非常多细的部分，例如说你跑在 kernel module， 你的 license 就是一定是 GPL。对，那对，还有，然后再来我们就想提一下，就是 KML 的这个历史这样子。那 KML 其实它大概有经过两轮的，就是研究这个技术。那第一开始从2003从东京大学的那个，这名字我不会念的论文提出的。那它其实除了提供 KML 之外，它还提供了 Thai Assembly Language 的方式来确保程式的安全。那大家也要想，就是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 User Program 直接可以让它跑到 Kernel Mode 的话，如果它有出任何的状况，那直接是很有可能会 crash 整个 Kernel 的。所以这时候就是，所以这位学者也是马上就提出了一个来确保程式安全性的一套方式这样子。那这也是我们后面可能会有的 future work， 就是要交给后面的学弟妹。那这时候的版本其实支援 2.6 跟 3.14， 3.19 跟 4.0， 那就是 X86 跟就是 X8 跟那个什么那个64这样子。那他现在那时候也是支援 ARM 了，但是是在比较后面的年间，应该2012、2015年。但是其实 KML 它整个的实现的完整度，在 X86 跟那个64上面是远远大于 ARM 的。这我等一下也会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对。那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有在下个阶段是由成功大学的那个黄进群 Jason 跟杨宗凡同学，就是在 EL 就是 Embedded Linux Conference 2017年上提出了这个后续的研究。他们成功的把KML 移植到 ARM 的 platform 上面，然后这台 platform 就是 XRP 的这个 IMX6Q Sabre， 那在上面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就是数据，就是研究数据，那后面也会稍微看到一些。那我要讲的就是前面2003年的那篇论文，也就是日本就是东京大学提出的那篇论文，并没有做太多的实验数据。那在他的文献里面，他只有提说他说他有测过，但是效能好很多，但是他没有特别仔细去测，因为他的论文主要是要确保，就是在 kernel， 把 user program 放进 kernel 里面，然后可以确保这个 user program 是安全的。他们的主题是这样子，他并没有去考虑到太多的 latency 或是 performance 的议题这样子。那在这边的话，我们2017年这边就是这次不跟黄宗凡同学他们这时候就开始想办法把原本的 KNL 应用到所谓的 real time 的 system 里面去。那所以在2003年那一篇的时候的 Linux kernel 是并没有打入 PRNT 的这个 patch， 所以 4.4 的版本这个 kernel 的移植的是有打入 PRNT 的这个 patch， 然后也补齐了部分之前像刚才讲的刚 on 比较缺失的部分，像 FPU 的运算跟那个 virtual VDSO。那接下来接续的研究就是我就是2022年我的研究就是我现在尝试把它移植到 ARM64 的平台去。那我们现在 kernel 版本 ARM64 的平台，也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个 Raspberry Pi 4B Plus， 那 kernel 版本我们从 4.4 的版本移植到5.15。 对，那 ARM64 版本之前是没有移植过的。那我们现在来测，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应该是说我们想来测测看现在 KNL 在现代的软硬体里面它的影响会有多少。因为各位知道就是现在System Code 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因为之前有非常多的资安议题Spectral 啊之类的，所以当我在自己追就是例如说 Return to User 这种的Assembly Code 的时候，就会发现说里面有非常多的跳转或是 Memory 的 Randomize， 所以造成就是改了困难度也会高，加上就是高很多。那既然有这些多的 overhead， 代表说我们把它改进去 kernel mode 的时候，其实也会相对的把这些 latency 跟这些议题给，就算是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议题就可以绕过它，所以它的效能也会更好。对，然后再来是我们还要想要再做更多的 benchmarking。 对，像上一次的2017年那篇还没有做到所谓的 cyclic test， 就是这是我们 real time system 就是最常用的一个
benchmark。对，再来是为什么我们要去研究 KML？ 那其实研究 KML， 我这边就不再多提了，就是我这边就只提一个，就是它 real time system， 因为其他应用可能是有，但是还没有，我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琢磨。例如说，可能是 virtualization 相关的议题都有可能跟 KML 扯上关系，这样。那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下，就是什么是 real time， 就是 real time 讲简单一点，问讲简单一点，就是 real time 总共有分两种，一种是 hard real time 跟 soft real time。那 hard real time 指的是我们要在 determine， 就是我们指的其实就是 deterministic， 就是我们要在可以预测的时间去把它完成，对，就是可以预测的时间至少要有做 response。那 soft real time 就是所谓的我们讲就是 best effort， 就是想办法做越快。所以我们一般用的电脑，一般的 Linux 的电脑，其实或是在 server 上都是所谓 soft real time， 就是很快，但是它并没有保证说一定要在什么时间可以完成。那什么地方会使用到它 real time system？ 你可以想想看，就是像例如说火箭啊，或是说航空领域，或甚至是工厂里面的这些机械手臂，他们需要在确保就是在这个期限之前完成他的工作，不然他就有可能造成后面的产线的所有产品全部都 delay 或是整个都损毁。那更多的优先像是自动车之类的，那他一 miss 掉这个 deadline 的话，他有可能就会造成就是人员伤亡这样子。就所以我们就叫这种叫做 critical system， 是我们通常会拿来考虑做 hard real time 的议题的讨论的项目这样子。好，对，那这边讲的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这个点切入，就要讲到我们的这个 real time 的议题。总共现在大家有非常多，因为大家知道就是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 real time 的产品，那在工厂啊，甚至是你生活当中有非常多 real time 的作业系统，甚至是应用。对，那我们的切入点就是要从为什么我们会从这个 PrimeRT 切入，或者说为什么不用其他人做的产品就可以了。好，那在我们就这边稍微讲一下，就是这边原本的 Linux 呢，就是没有做，我们 Linux 原本就是做比较多的所谓 throughput 的 optimization， 所以它应用在 server 啊或这种 cloud computing 上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们这边的议题讨论的是 hard real time， 那这时候在就是有一群就是 Linux Foundation 上面已经有一群人就是专门在研究这种 real time 的议题，对，那他们也会有制作了一个叫 PrimeRT 的 patch， 也就是对 kernel 做的相关修改，对，然后让 kernel 更具备所谓的 hard real time 的 capability。 对，那这时候就有分两派，第一派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说 Linux 的 real time 的就是 hard real time 的 response time 可能还不够满足我现在这个应用的需求，所以有一派是直接做一个 customized real time kernel。 对，那像就是我们可能常常听到的 RTOS、 FreeRTOS 啊之类的 VXWork 之类的这些就是这些客制化的一个 kernel， 也就是它跟 Linux 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对，那这样子的做法，其实因为你扫掉了像是 Linux 中间这 monolithic 的中间有非常多个架构，然后透过一层一层比较复杂，所以它你也很难去让它做到更好的 hard real time。 但是如果我们这边直接重新 customize 了一个 kernel 的话，这个 hard real time 的议题就会 变简单很多。对，那当然还有更多更需求 hard real time 的议题，可能就是直接 bare metal， 就直接在裸机的那个 on 上面直接不需要作业系统，直接写一个while loop 这样子，然后直接写就可以了。那样子的效果，当然那样子做的做法的The real time 的 capability 一定是通常是比较好的。对，那有一部分的人像 PrimeRT 就是就会想要说，我们要把一个因为 Linux 状况做我们是一个 general purpose 的一个 operating system，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看可会也可以做成它也是一个 hard real time 的 general purpose 的 operating system。 所以有这群就是 PrimeRT 的这群就是人就在做这方面的事情。那没错，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就是 Linux 上面有非常多的套件，应该说套件或是甚至 library。如果我们在左边，就是从 bare metal， 我们要重新去写一套，就是可能 TCP/IP 的 stack 啊之类的。如果说那个你的 vendor 没有提供这相关的资源的话，就是非常痛苦的，就是你要写非常多东西，也就是你的开发成本
也就是你到最后做出来成本其实是不太符合效益的。那这边就会有一群人在专门做这个 real-time Linux 的 extension 的部分，所以一个部分就是走所谓的 single kernel， 就是 print-rt 这个，我们不去加任何的，它就是那个 kernel Linux kernel 来去做修改。那再来就是可能所谓的 Zendermite 的就是也是有点偏向就是这两个中间，就是他在做了一个所谓的 hypervisor， 一个去 resource 的 manager 的一个功能，然后让上面再跑一个 real-time Linux， 然后另外一边再可以跑你所有的 real-time task。 当然那个 real-time task 他接的 API 就会是就是 Zendermite 自己内建的这个 API。 对，那这样子的确也是可以，这样子的效能也会比 print-rt 还要好。那所以我们其实在做了这个 print-rt with KML， 其实在做的就是在 print-rt 跟 Zendermite 中间，因为我们虽然可能没有像 Zendermite 这样直接 code 到 hardware 的这个 interface， 但是我们从 KML 我们去把所谓的这个 system code 转换的 overhead 去全部把它省略，然后我们去达到更好的效能，这样子。对，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就是这是2020年，就是从黄老师他们的研究在指出了，就是这 NC test 是一个机械手臂的操作模组的一个 algorithm。 所以你会看到左边如果在 user mode 的话，你会看到这个 spike，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差的点。这时候通常我们做 real time 的这种 optimization 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看到这个差的点你会去猜它到底是什么。对，那当然现在有出一个新的工具我还没有去研究，什么 OSLAT 吗？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去猜说这到底是什么点。所以这时候我们猜到其实就是它就是season code， 这时候我们就猜是不是 season code。 所以后来发现没错，就是 season code 的关系才导致说有这么多差起来的点。所以有可能有些 season code 的 overhead 就是叠加起来会让你的整个的 latency 整个加了几倍，这样看。所以 optimize 完之后变两万，然后原本的话大概是要到8万9万，因为我们只看 worst case， 我们不看平均，我们看 worst case 的。对，因为 worst case 才能确保说我们在什么时候一定执行得完。所以呢，为什么就是再来的话就要去想说为什么我们要去还要做这个研究，因为这是一个客制化的解，它并不是一个通用解，未来有可能啊，但是现在暂时的话还是一个客制化解。就为什么我们还要再继续去做移植，因为使用者程式几乎可以因为这带来的好处是使用者程式几乎可以无痛的转移，因为我们都还是在 Linux 上面。对，那就可以直接达到更好的那个 real time 的 capability。 对，那我们需要在对这个 kernel 的程式码做修改的部分其实也相对的没有像其他那两个版本这么多，像你先多做一个 hypervisor， 那个程式码 一次就是大概1-2万行，但我们这边大概预估应该是2000行左右可以解决掉，但是要改对这样子。我就没改 对。然后再来是就是我们会站在就是 print-rt 跟 Linux 的巨人的肩膀上，因为他们会一直在修改他们的 它 real-time 的功能就是 capability 会越来越好，那我们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再把 system code 的地方拿掉，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想继续移植跟想继续研究它的原因。对，那在 KML 实作的时候我们该注意什么？那 KML 其实这整个 page 我们实作的话其实这是我目前改的，那有几块没有改，有几块我这边就不提。 virtual memory 的部分是我就老实跟各位讲我其实没有很熟，对，那我在猜我可能卡的地方也是卡在 virtual memory。 那对，那总共的话我们当然第一个要改 kconfig， 我们要在 kernel 的 configuration 里面加了一个 kml 的这个 config 进去。那在 thread 的地方我们要去判断说这个 thread 是不是我们要给他一个 flag 让他知道说这个 thread 是 kml 专用的 thread in kernel， 就是 user thread in kernel mode。 然后 virtual memory 的部分其实这个我就没办法跟你们讲太多，我怕我讲错。对，那 extension routine 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转换的时候我们不再会跳回 user mode， 而是我们直接跳回 kernel mode， 然后在 on64 的版本里面它有做一套一系列的机制，所以我们其实是跳回 kernel mode， 但是使用 user stake。 那后面我也提到，然后再来是所谓的 ELF loader， ELF loader 就是我们的 hello world 到最后会被 compile 成一个 ELF 档，然后 ELF 档到最后再丢进去kernel 里面，然后再 load 进去，然后帮他配置这些 memory， 配置这些 address space， 这些资源，然后再让他跳回去 user mode 这样去执行。然后再会有 VDSO， 因为我们如果你已经是一个 kernel mode 的 user program，
那 VDSO 照理来说就对你不适用了。对，因为 VDSO 是介于 kernel 跟 user 中间的一个 bridge。那如果你跳进去的话，就等于是就白跑了一趟了。对，所以这也是不会，就是也是需要做修改。但是我做的修改就比较简单，我做修改就是直接说啊、嗯，全部都扣 C code 就好了，就是把 VDSO 直接废掉。因为直接扣 C code 的话，在 kernel mode Linux 还一样，等于是直接是牺牲，就直接是一个 function code 这样子。然后还有 FPU。这边考虑 FPU 的原因就是你还要去考虑你的，因为你现在在 kernel mode 嘛，那这时候 FPU 也会发相关的这个 interrupt 给你，所以你需要做跳转的部分，所以这个地方也要去修改。那还有再来就是 glibc， 就是因为我们是等于是我们的重点其实就是把所有的 system code 做这一系列的hook 的方式这样子，所以 glibc 就是你要怎么样让它可以变成把你的 system code 变成 function code 模式。所以 glibc 这边也会动到，对。那我这边就只提这 thread 跟 exception 的 routine， 还有 ELF loader 跟那个 VDSO 跟 glibc。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下，就是我们的程式讲简单，就是一般的程式点 hello world 嘛，那 hello， 然后是 sh， 然后 fork， 然后是 excuse， 然后最后再 exit， 最简单这样子。那在我们一般的normal 的 Linux 的里面的话，当然是 sh， 然后 ELF loader 到 hello， 然后再 sh 嘛，就是结束，那没错。但是这边如果我们是 kernel mode Linux， 我们会在这个 ELF loader 这边做手脚，也就是它在配置你这些资源的时候，我特别把你配置的那个 p state 里面的那个特别把你配回去那个 kernel state 里面，所以 kernel mode 里面它会自己跳转的时候，它自己跳回去 kernel mode。对，所以其实简单讲概念就是从头到尾都在改这个，所以我们要最主要说 kernel mode Linux 最主要在改的就是所有跟 user program 相关的。这些配置资源，你要如何在正确的 user mode 跟 kernel mode 这样做一个 convert？ 对，那最简单讲的就是我们这边就直接看到 kernel code 的话，就是 structure pstate pt register 这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register。我们要改的就是这个 pstate。那大家就知道，就是 kernel 其实跟你的作业系统其实跟你的硬体 architecture 非常有相关，所以这边特别讲了这个 pstate， 也是因为在 ARM64 下面。那所以这个就是 pstate 它总共的所有流程，但是你不需要看那么多，我们只要看右边这个就好了。所以 mode 总共会有 EL0 EL1 EL2 EL3 这样子，那它会有个 T 跟 H， 所以我们先大概记住这样子。对，所以简单讲，我们这边要做修改就是把 PSR 的 mode 这边改为 ET， 就是从 0T 0的话就是原本的 user program， 我们这边要把它改成 ET。 对，那要注意就是 E 跟 T 就是分别是代表不同的，那 后面我会讲到这边。所以 ARM64 这边分为 EL0 到 EL3 啊。那刚才我们有发现就是 EL0 跟 EL1， EL0 的话我们这边就是在 kernel 里面的话就代表所谓的 kernel mode， 不 user mode。 EL1 的话就是 kernel mode。 那刚刚后面的那个 T 跟 H 的部分，就是这边看到 T 跟 H 的部分，其实就分别代表说你要使用的 stake 是哪一个，可以吗？所以它有分两个，一个是 user stake， 一个是就是 kernel stake 这样子。所以因为我们到时候是要把 kernel user program load 到 kernel mode，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使用 user program 原本的 stake， 所以我们要跳到的是这个 ELET。 那在原本的 kernel 里面的实作的话， ELET 这东西就直接是 undefined。Undefined 的一个模式，因为根本 不可能会有跳到这边的模式，所以我们等于是在跳转的时候我们要加上这个程式码。对，那对，就是这边大概看到就是你的 state pointer 的 option 会哪几种。那 thread 我刚才讲过很简单，我们其实就是在里面加 kernel， 就加一个 flag， 也就是 thread information 这边加一个 flag， 就是这边 TIFKU 这样子 kernel mode。 那对，然后我们像我们在判断我们是不是 user mode 的时候，也要去做这样的判断，因为如果我是一个 kernel user program in kernel mode 的话，我就不能被判断成 user mode。 很好，那然后因为 ELET 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我们新加入的一个 flag， 所以这个相关的地方都要全部做修改。对，所以 exception routine 的话我们会讲到 factor table 这边。那没错，就每一个 EL1 跟 EL0 他们都有自己的 factor table， 然后刚刚 ARM64 跟 ARM32 会有不同的，但这边
全部人都，我们大家全部都是使用 ARM64 的。那这边会看到，这边就是其实这个就已经是那个这边都是 kernel 的程式嘛。那你会看到它写成这样子，就是然后也要提一下，就是每一个版本的 entry， 就是 kernel 的每一个版本的 entry 点 s， 也就是比较像放 season code， 就是放就是开机相关的这个程式码，大家都写的很不一样。所以像 ARM64 这边的话，它是使用了一个所谓的 assembly 里面的 macro， 所以 kernel v entry 这边它是一个 assembly 的 macro， 所以大概长得像这样子，它是一个 macro 这样子。好，那我这边就不仔细提，但是我会跟大家讲，就是大概会分成三四种，就是 synchronize 跟 IRQ 跟fast IRQ 跟 error。然后分为四组的话，原因会在这边，就是有我们的 EL0 跟 EL1， 他们分别就是用的 stack 也不一样，跟 ARM64 跟 ARM32 的用的版本也不一样，对，所以再来说就是全部对，这边会有写后面的 EL1 的 H 跟 EL1 的 T 分别用的Intera 就是不一样。好，我这边稍微跳一下，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我们会创造一个新的，就是 star kernel thread 这个地方。那你会看到跟一般的 star thread 差别只差在，我们这边的设定的这个 p state 不一样，跟其他部分我们照理来说是应该是全部可以照抄，但是错了点就是麻烦的点就是不知道错在哪边。对，然后再来是我们考虑到 glibc 这个地方。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考虑，就是 user program 可以，我们希望的就是让 user program 用原来的界面。所以斟酌点就是，如果你这个 user program 是 in kernel mode， 你要怎么样知道自己是在 kernel mode 还是 user mode？ 因为如果你 user program in kernel mode 的话，你就等于已经是 call 一个 function call， 就是 call 一个可能用 get PID 的方式去找自己是不是在 kernel mode。但是这样子你又等于要把所有程式都多加了一个新的东西进去，所以就是也不是我们要的。所以现在改法的话，我们这边大概考虑就是有两种。第一种改法就是 ELF loader 的模式，就是 ELF loader 我们专门去把，因为所有的 season code 其实全部都走 SVC， 然后这个零，把这个 machine code 全部改成 BLDL season code 这个部分，这是最好的改法，有好跟就是好的改法，但是难度上也会 debug 模式上也会差很多。但是我们这边就有可能像遇到我刚刚一样的。就是你 user program 已经 load 进去了，但是它跳一跳就跳到不知道跑去哪里。那再另外一个是改 glibc， 我们直接去改 glibc 的这个 library 的 season code 的 path， 所以它 path， 所以改的这个我们目前也是采用这种方式。那改的这个东西的话，就有一件事情要注意，就你需要重新编译这支程式，等于是你不能说直接让这程式跑的。但我是不太知道有没有办法直接去 link 到这个新的这个 library。对，我这个不太会。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考虑重新，我们就是重新这个编译这支程式，所以会有两种 path， 一种是 season code， 就是走原本的路，跟所谓的 v season code， 就是 VDSO 的路径。那程式码的话，其实讲简单点就是有点像这样，这边 inline v season code 就是直接 call VDSO， 你去判断你的 VDS 就是这个 function， 你这些 season code 有没有被实作在 VDSO 里面，没有的话。有的话就是直接当做 function code 使用，那没有的话就是回到原本的路径，就是 internal season code。那原本的 internal season code 呢也是一样，但是这边你要注意到就是 SVC 这边，所以我们就会抓到这个点，就是这就是所有的路径的最后的终点。但是当我这样觉得的时候，我就去稍微搜了一下说，这个 ARM 下面 ARM64 下面所有实作，然后发现其实并不是所有的 season code 都走这条路径，像 fork 就不会走这个路径，还有 schedule 要的也会自己再写一个 SVC， 所以光改这个是没办法让所有程式码一次改得过的，所以你还要再去把所有的除了用这个以外的 season code 都把它改过一次。对，大概不会很多，大概四类，大概应该是大概六七个吧，六七组这样子。对，然后我们改的是在 Raspberry Pi 4B 上面。那conclusion 我这边没有写，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做，还没最主要是应该要对效能这些做一些提醒这样子。那对，那我们这个的议题大概是到这样子。那中间有非常多改法，那就是的部分。然后我要特别感谢那个 Snowden 的那个 Linux kernel
在上一次去年的那个2010年的那个就是 Trace Kernel Linux Kernel with KGDB 这样子，但我比较快进入状况，不然可能要改更久。对，那就 Q&A 的部分，那有这位有什么问题吗？function 它呼叫路径会随着 configuration 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说 take this mode 里面它schedule 它呼叫路径就不同，那你们这边是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会因为 kernel configuration 的不同，然后 function 呼叫的路径也会不同，那你们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吗？对，比如说kernel 它是在 take this mode 的时候，它呼叫的路径可能会不同，那有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到最后其实去整个，我有点算是我们去找这个所谓的源头，就像我刚才讲这个 VDSO。跟 System Code 的源就是他们的源头，如果我们的改法是从 glibc 这边改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把 glibc 这边的 System Code 所有要到最后要抠回去，也就是所有使用 SVC 的地方全部做修改，因为只有透过 SVC 你才会去转回到 kernel mode。应该说如果你要走一般正常的 System Code 的模式的话 ，synchronize 的 System Code 的模式的话，就走这种，对，这样可以吗？你看 KML 能够载入的 binary 都是 static 的吗？它能够载入 dynamic binary 吗？可以的，就是这个就是我之前就是这个我有在做实验。原本我们想说要不要就直接载入 static 的 library， 就直接载入 static， 因为这样子直接 compile 完就直接是一个可以用的。所以我们刚才说要重新 compile 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们重新做了一个 glibc， 然后这样子的 linking 模式的话，就是可以走dynamic 的。Dynamic 那个 linking 的 binary 的模式，对，所以需要重新 compile， 然后重新 link 到我们自己客制化的这个 glibc， 可以吗 ？Dynamic 的 binary， 然后你可以让它在 kernel space 直接用 function call 到 kernel 的实作，对，但是它 elf 的 memory layout 要跟那个 elf binary 期待的一样。就譬如说，它的 text section 还要就是要 load 在它期待 text section 被 load 的地方吗？对，我们想要让它全部都在就在 user state， 所以我们才会特别做，所以才会卡到 virtual memory 的问题。如果是直接全部塞在 kernel space 的话，照理说就是不用考虑到 virtual memory。是，所以你当时的 memory layout 要变成说，它跳到 kernel space 那个 function 的时候的 address 要是到 kernel space， 但是它自己的 text 要在它自己的 text 要在它期待的那个位置。这样子，因为你们也不改 linker script 嘛，所以大概还是预设 user space 的位置。对。那你们的那个 memory layout 应该蛮……对，所以我在想，就可能就是这边有问题，所以我刚才讲特别没有讲 virtual memory， 就在讲这一块。对，就你那个 memory layout， 如果你画得出来，你好像应该，我觉得你好像应该先画一张 memory layout 出来说，这个 hello world 的载入起来的时候，它 memory layout 应该长什么样子？它的 text 在一二三四，然后它的 kernel function 在五六七八，然后那个是挂得起来的。对，因为你叫我现在画，我觉得说，应该会 crash 啊。对，因为就是它会乱跳，所以再难的点就是可能我这方面的知识就没有这么足，所以它乱跳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去抵这个 bug， 就等于是要可能要先知道说刚刚的那个。你 load 起来的时候，它每一段记忆体连续的区域，它会 allocate 一个 VMA 吗？会。然后你先把那个 VMA 的 address 列出来，就是你的 memory layout。那我们先盯着那个表看一下，那应该就会觉得它好像跑不起来。那我们再想一想，说他对我们再想一想，他跑到其他组，他应该怎么样？说不定就改对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刚举那个 Hello World 的例子的时候，是
你是从 shell 去执行这个 hello world script， 还是从 shell 去执行 hello world？ 它是一个 binary， CBA 出来的 binary file。C 编译出来的 binary file， 然后用我们它在编译的时候会 link 到我们自己客制化的这个 glibc。那有没有考虑过先把问题给收敛起来，就是不要去动态连接或是静态连接，而是把这个 hello world 变成一单独真的一个完整的就是包含那个 lib 在里头 libc 在里头的那个 static file。对，那 static 模式它是可以正常执行的吗？ static 模式是没有办法，也没办法正常执行。我再来，但是再来说，这是最快验证的方式。我们有稍微试过，就是我这边也是有出状况，所以才就是有在这边我也有做尝试。但是照来说，没错，你讲的对，就是应该要可以动，而且 static 就是所有都被卡在里面，会是同一组的，对，所以就可能是我还有缺一个部分。那就是你像这程式被载入到机体，然后 kernel 要去就是你的那个 loader 要去载入的时候，你有发现到说它被载入真正正确你期望的位置吗？对，这个就是我比较不太懂的地方，就是这个 memory 的部分，就是我之前比较没有碰到这个 memory 的部分特别是这个 virtual memory， 然后大家又要可能又要查 on 64的这个他自己的 virtual 他的那个map 的那个，我不太会讲，就是他的有一个map 相关的一个机制，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今天特别没有讲，我怕我讲就是不太懂的地方，就我再大家再跟那个 Starlight 请教，有相关就是后续。就是这份研究也会做到，就是因为就是这是我的也算这份也是我的那个硕士研究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在后面也会继续的 follow up， 就是之后也会丢到社群里面，如果大家就是有相关的成果也会丢到这个社群里面让大家去了解这样子。对，我好奇问一个问题，是说我可不可以kernel mode 跟 user mode 互切，就比如说我这个程序里面，我有可能某个方向我想要走 kernel mode， 但是我其他我要走 user mode。这个方式比较难的原因是因为刚才这个切换最主要在于是你现在本身的位置在哪里。如果你本身在 kernel mode， 你要切回 user mode 是有这样的实作。那因为我们到最后，如果你想要像上个版本上就是 on， 因为 on EL 那个 on 64这个版本，它里面的 privilege 跟 stack pointer 有更多的东西。那在之前的 on 版本，它就没有这么多。那如果你要实作 FPU， 那你一样要去想办法做 mode 的转换，然后把那个 FPU 的这些 register 载进来。所以这时候如果我那时候研究没错 ,4.4 的时候，也就是就这次的黄进群他们研究做法就是把它跳回 user mode， 在 user mode 的时候把就是那个 register load 进来，就是他们还是有做一个 mode 的转换，对，是可以做到，就是但是你要去动的就是 intera 那边的 code， 对，就是 factory table 那边。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就谢谢英坤。
是刚刚排除了一下困难。那我们欢迎林正凯带来的 Model Checking for Free Autosis Scheduling Behaviors。Okay, thank you, Scott. And my name is Lin Zhengkai. This is a joint work with Wang Boyao 博士 at Academia Sinica. I'm going to talk about checking free autos scheduling behaviors. By far, free autos has been checked against several properties. For example, the Amazon Web Services teams had checked the synchronous primitive functions of free autos against memory safety, such as buffer overflow used after free and neural pointer dereference. Next, the free autos also has been checked against deduct free. But this work was based on a custom implementation of free autos. And that's free autos. And a few years ago, free autos had been checked against test invariants, such as the running test always has the top priority. But none of this work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scheduling policies. Free autos scheduling policies is a combination of preemptive scheduling and time slicing. When preemptive scheduling is on, the current task will be preempted by another high priority task. When the high priority task becomes ready. And the meaning of a task becoming ready is that this task is returning from the block state or the suspended state. As for the time slicing, tasks at equal priority level will be rescheduled on each tick interval. And according to FreeAutos tutorial, there are three possible configurations of scheduling policies. When preemption is on, the time slicing can be on or off. And when preemption is off, the time slicing must be off. And the last policy is called cooperative scheduling. And our methodology to check free autos is straightforward. First, we build an abstract model from the target, and our target is free autos. Next, we refine properties from the target. Properties describe how the model should behave, just like the memory safety in the first slide. And next, the model should be checked against those properties, and this can be done with the model checker. If any properties fail in the model, the model checker will return a failure. Otherwise, the model checker returns a success. If a failure is reported, this can be an error in our model, or this can be a real error in real world. And we have to decide to where to fix the error in our model or reproduce this error in reality. To be specific, our target is the FreeAutos Cortex-M4 port. And we want to reason the architectural effects that may influence the FreeAutos scheduling behaviors. So we consult the manufacturer manuals, the ARM V7M manuals to model exception model. And we want to reproduce our failure in real hardware. Is the STMicroelectronic discovery board. So we also have to consult the manufacturer manuals. And we choose spin as our model checker. The spin model checker can recognize a model built in Promina. Promina is the modeling language of the spin model checker, and the properties are defined in assertion. In the next slide, I will briefly introduce Promina and assertions. So Promina is an alchemy of process meta-language. It can define a process model. And a process contains a series of commands. Commands can be assignment, arithmetic expression, or assertions.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Peterson algorithm here. So this example declares two processes. And when one process wants to enter the critical session and it gets a turn, it can enter the critical session. Otherwise, it should wait until the other leaves the critical session. And the property here, the property here is that only one process can enter the critical session. In this example, a variable, the NCRIT variable, is increased in a critical session. And each process asserts that this variable is one and only one inside the critical session. And this is the property of Peterson algorithm in this example. Next, we have to check the model against the property. Spin will compose the two processes interdependently. And then the model checker will search all possible transitions on the composed model. The search will stop when there are no possible transitions or assertion failed. If assertion is failed, an error trace is reported. Next, we would like to ask what is the property of FreeRTOS. In this work, we are interested in FreeRTOS synchronous primitives, and they are demonstrated in the folder, in this folder, and I will show these slides after the talk, so you can see this link. By far, just believe that this folder is created by FreeRTOS. And let's take BlockQ as an example. BlockQ creates six tags and groups them in pairs. So each pair contains a consumer and producer. Let's take consumer 3 and producer 4 as an example. Each pair shares a fixed size buffer. This buffer is actually called the queue data structure in FreeRTOS. We use the buffer here to emphasize that its size is fixed and it's easier for presentation. First, producer 4 is a high priority task and it is said to be non-zero delay. I will soon explain why it's non-zero delay. And consumer 3 is a low priority task and it is said to be zero delay. Producer 4 sends a message to the buffer and the sending is succeeded. Similarly, consumer 3 receives a message from the buffer and the receiving is succeeded. For producer 4, however, if the buffer is full, the producer 4 is blocked for the delay duration. This gives a chance for consumer 3 to receive a message and unblock producer 4. When producer 4 is unblocked, it tries to send the message again. However, if the delay duration is expired, the sending is failed. This means that producer 4 is failed to send messages in delay duration. And because consumer 3 is said to be zero delay, when the buffer is empty, the consumer 3 cannot receive any message from the buffer and the receiving is failed. Consumer 3 and producer 4 is the second pair in block queue, and the first pair is on the contrary to the second pair. In the first pair, consumer 3 has high priority and it is said to be non-zero delay. Producer 2 has low priority and it is said to be zero delay. In the third pair, both of the consumer and producer have the low priority and they are said to be non-zero delay. Now we can talk about the property of block queue. In block queue, each producer asserts that messages are successfully sent in a given delay duration. We have mentioned that we use the queue to represent we use buffer to represent the queue data structure. So here, the producer calls the sqsend function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 buffer. And this function will return success or pass
and then the producer can continue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Otherwise, an error is occurred. If an error is occurred, and the block queue will increase the LED toggling frequency. In normal case, block queue will toggling the onboard LED in low frequency to inform programmers that the block queue is processing. While an error occurred, the onboard LED is toggling in high frequency. Few steps later, I will show you a demo video so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ce easily. Now we briefly introduce how we model block queue. First, two promenade process represents two intervals. These two intervals participate in scheduling in the Cortex-M4 port. And one interval is the periodic timer interval. The other is software exception, or is known as trap. And producer consumer test is a promenade language. Each producer consumer test is a promenade language, a promenade process. And properties are defined with assertions. So we do not model the LED toggling frequency. Thus, the idle test is also modeled. This table shows the result of checking block queue with the three scheduling policie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 the checking time is presented, and the X mark represents a failure report. So now we can see that we get an unexpected result when block queue, when checking the block queue with preemption and time slicing policy. In the trace of the failure, consumer 3 was accidentally stopped while producer 4 was being blocked. This made producer 4 fail to send the message in the given delay duration. And here's a snapshot of the trace. The tick represents the generation of the timer interval and the execu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interval handler. So now producer two is executing and then it unblocks consumer one. Because consumer one has priority, it preempts the execution. Then consumer one is executing until the buffer is empty, so it is blocked. At this time, the next tick is scheduled, but suddenly the tick is coming. And the timer interval, because of time slicing is on and the timer interval rescheduled, the new scheduled task without execution. And then a task is replaced by its successor. In this trace, consumer 3 is replaced by its successor. And if the accidents repeated long enough, the producer 4 will fail to send a message in a given delay duration. We observe that this is caused by consecutive execution of the scheduler. And once schedule call is from a test and the other is from the timer interval. However, a model is just a model. It is neither a real program nor a real hardware. So is this a real failure? We have to show that this failure is not spurious. We do produce the failure in real hardware. We add a block test, a low priority block test to the block queue. We compare this block queue with the standard firmware and the Linux kernel version 10.4.6. And the time slicing is the scheduling policy is time slicing, and we run this program on the STM32F429 discovery board.
And here is a 9-second video showing that what happens when block queue without the block test and with the block test. So at first there is no block test, the LED is toggling in every three seconds. And after with block test, the LED is toggling in high frequency. So let's look at how block tests work. First, the high priority tasks are executing first, and there are the consumer one and producer four. And both of them end with block. And when the block test is executing, it does an empty loop for the time that's slightly shorter than the next tick, and then the block test yield. After the protest yield, we can see the pattern as mentioned before. And a task is replaced. The consumer 3 is replaced by its successor. The problem here is the problem here is how do we decide these CPU cycles? How do we decide these values? The 30, 65 values. So we can observe this value in through remote debugging. In GDB, the plot test is in GDB the plot test first do not perform this empty loop, and then we can set a breakpoint here. We can set a breakpoint in GDB here, so we can observe this period from GDB. And next, we have to validate that the error is actually the producer 4 cannot send message. We validate the protest with remote debugging. The error is actually caused by consumer 3 has no progress. And consumer 3 has no progress is actually another property of block queue that we did not mention earlier. And because consumer 3 has no progress, producer 4 cannot send message to the 4 buffer. And there is detailed information here, and also I will share these stats after the talk so you can see the link. After that, we share this discovery with the FairTalks community, and here is the link. We summarize two responses from the community. First, the actual behavior of the time slicing policy depends on how tests are programmed. For example, is an IO-bound task or a CPU-bound task? And our case is an unusual task. Second, time slicing will help to, but not guarantee, tasks of a given level gate time. And FairTalks can always apply more complicated slicing algorithm, but it always costs time and space. And we summarize these two here for the full response. Please see the provided link. Next, in the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FairTalks time slicing policy, we state that the timer interval mistakes the interrupted task has been executed for a whole time slice and reschedule the interrupted task. Actually, the interrupted task may not be executed for a whole time slice. In our extreme, in our unusual case, the interrupted task is rescheduled without any without execution. And this is our final statement of the problem, but however, we have no general fix for this problem. Okay, so next, this is the overview of our talk. But I would like to take some questions first. So is there any questions? If not,
麦克风太高了。好，就是感谢郑凯哈。然后我想这个研究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福亚都是从一个小公司维护变成一个大公司维护的，但是依旧可以找到刚才问题。像这样的问题哈，那我好奇的地方是说，像现在 Fiatos 从第四版开始也开始支援 SMP， 那我好奇的地方是这一套模式在 SMP 的环境，是否把 model， 因为在你们现在做的这个 model 是 Codex M 的，然后跟RISC-V， 好，那是单核的，那如果说今天要到多核，就是 SMP 的状况下，好。就是 FreeRTOS 现在 SMP 是至少是两个核的、哦、然后那我好奇说这样会不会在 search space 增长太大，然后导致说没办法有效的找出这系列问题，那就算找出这些问题要能够证明这些事是会发生，因为像刚才的状况是还有做这个 reproduce 嘛，那我是说我好奇说这样的方式是不是是 practical 的，好，谢谢。So the question is that now FreeRTOS supports SMT and can we model the SMP version, the SMP version? And first, we have to say that our work is not scalable. So I do not see the SMT code. And actually I don't know and here, I think I can share this. Currently, we can check the assertion properties with 50 gigabyte free memory. But look at this failed report. If we apply a custom fix on that, we can now check on one terabyte free memory. So our work is poor in scalability. This is even a single core case, and in the SMP case, I can tell the results until I really modeled a SMP version of FreeRTOS. That's it. To FreeRTOS.在 AWS 底下号称做了很多 modeling， 但被你一 model 之下就找出真的有 bug， 我觉得还是很酷。那 AWS 内部的 model checking， 他们应该是 TLA Plus 那一派，他们应该 TLA Plus。哦，他们用 CBMC， 他们用 CBMC。你觉得如果你改用 CBMC 的话，他们接受度会比较高吗？还是说你觉得 model checking 的 tool？应该没有关系，他们只是别人回报的问题，不一定觉得是问题这样子。Actually, in model checking, we have to ask what is the purpose of what is the property to be verified. And in our work, we want to verify the scheduling.We want to check the scheduling behavior. However, in the Amazon Web Service team, they want to check memory safety, and this is two different properties. So I think we should have different strategies, different plan for different checking purpose.Is that okay? 这个你自己都用 CBMC， 他们 memory safety 是用 CBMC 算的。对，他对，啊对。那 scheduling 这边的 lightness 的 property 的话，用别的东西来 model 是。
I can. This is an overview of our work. We have modeled the Cortex-M4 ports and the RISC-V32 big port. And eight applications are modeled, and they are related to mutex, semaphore, and message passing. And we discovered two types of errors, and we also reproduce them. And the error discussed earlier is an intricate error. The other error is more, is just a simple mistake. And I attach it in this supplement. So if you are interested, you can see the error. Okay, so. Is there any questions? Yeah. If not, then allow me to share one more slide. And we attempt to reproduce this error on the Linux RR scheduler. And here is the kernel. We do not reproduce the Linux RR scheduler, and first we, based on our knowledge, we attempt to reproduce this error on the Linux RR scheduler. And here is the configurations. Firstly, we apply the print-rt patch and take this mode, and there are no RT throttling, and tasks are rescheduled at every tick. This can be configured by CPU frequency as 1000, and the time slicing is 1 millisecond. And one CPU core is isolated, and also the RCU is relocated to other cores. And we have run the multi-thread program scheduled by RR on the isolated core. And we use F-trace to observe the program behavior. However, we fail to show the failure, the problem will or will not occur in the Linux RR scheduler. I'm afraid I have done something stupid in these slides, so I appreciate any suggestions after the talk or through email. Okay, I appreciate any suggestion. So that is the end of my talk, and thank you.做 model tracking 的这个图案来验证模型的那一块。没有，然后想问你，因为
是用一个验证城市正确性的角度 VR 做实验的话，但是那其实是就是做那个所谓模型验证的那些，其实上比较多小人会用 VR 做实验蛮多的，但是会做 model 算是比较少。业界用 VR 做产品的人是要跟你追求，但是他刚刚是用一个叫 Model Tracking 的技术来找 VR 做产品的话，那我刚刚讲的是说他 Model Tracking 他的那个，包括他怎么样建模型，你懂意思啊？就是说，其实就是然后他的中段跟他的 VR 做像我们本校的，我就觉得可能是中段他现在学的在做的机制，但是还他们只可以在 Facebook 上的台湾 Linux Kernel Hacker 社团找到。进去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头像的人是官员，这个头像的人是。因为你在工作，我要把程式告诉我。然后就是像我们是不光学生写成大的推荐信，就是我们大学部还可以，但你就说觉得他要刷你这个不行，就是当然说，如果对医学一项啊、医学资讯啊、社会力量来看一个半导体制造啊，就是对这个领域比较熟，上面荧幕。然后那个他这个主菜确实比较奇怪，他认为这个荧幕在左边，所以我们现在把右边。OK， 在左边，所以我是移过去会到。对，所以你现在右边往右移的话，他就会在那个后面出现。理解。他学位的情况下，如果你现在学位，那就只要在 WiFi 上。好，确定你有工作吗？是。老师说，那如果是你的话，你可以想是先开始一点。如果要洗的话，啊，你懂是吧？那要不要？如果要洗的话，当然要洗就行了。就算重考两次、三次，我也是这样。因为现在都说你只是洗一个，这个是太 A， 这个是太 C， 这个中字辈的，好，那你薪水加多少？当然都对吧？先给他洗到那边，他需要洗。我没有洗，先给你。那只要如果不洗学历的话，那什么？那就还有那个，那就把握你休息下再去。啊，懂对吧？好，就是你要去你的目标。好，我觉得人最怕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内容对，这是真的。那我们做选择就是这样，这样子。可以啊，其实我这台没有，我这台没有装那个。我做上课，上课还是要用的，所以其实我在有必要这样。我可以把会这样。因为它会如果是 PPT 的话，它就会试着用 Apple 的那一套。就我每个礼拜会确定它。要不然你试着问一下，看他会。我有了，我先比较抱歉，我没有装，就没有装。台中、台南、高雄，在哪里？一个礼拜去五个地方。哦，是还没到六个。他刚他讲，就是有教书来做第一个那个家庭。这是之前怎样看到的？现在搬到台南，我就在家里。但是也晚上。要不要看一下？我觉得好像我这一套已经这一帮可以。不成才的学生要当兵啊，卖嘛，对吧？他当兵学生，对，一般的。很多四年没有毕业，讲好把那个补钱。还有遇到 COVID-19 不能他没有就很笑。他都说动他的动画，那我们 SPDF 会是万能。对，那就是很差。可能也不会，可能只有因为我觉得我们教对了，还是。我们现在有13码可以。
看其他的一个那么大声的，对不对？那考试其他是有去把拉手有跑的，好，所以就你去想，如果有机会跟真实那所谓的大声，你问他一个东西，他们感受不到，或者解释不复杂，就觉得在台湾就说啊，你是大声，你不是不会。喂，我想奥你帮我买杯。哎、啊，你来了，好，没事。哎，你要聊一下。学校换录取你就一定有原因，这没关系啊，就这样啊，这不会怎么样，对，反正就是啊，这应该怎么样啊，我不是在名利，所以你是说你想要其实是这样，就是这两个去跟去哟，老师哎，老师那个没有，我就是在恶意试那个，我早在恶意试了。你有的吗？啊，对的。哎，你们有什么不确定的？你就是需要帮忙的？主要它就一个选项啦，这不是在卖药的、啊。就是我说为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会？你可能他会是你要讲一下，因为这个比较大家不会。是啊，因为可能大家不清楚他会是你的那个涵盖跟他的目的，对吧？他其实他是802B Mac 那些的在整理出来，就是目标不同嘛。哎，那你后面会做什么 demo 吗？没有，对吧？因为我这样做完已经三次，我想说，如果一页一分钟的话，我这样也超时。对，你找一个有console的。console， 现在我们要不是，后面不是里面有那个执行画面的。就是你可以假设会来听的，就是这一页都知道，然后但是大部分人的问题是他不知道的观念，大部分人知道不知道 ETH 跟那个 device driver 的观念，对，所以说对，好像这个啊，就是其实你程式码不用看太多，反正就告诉他这个东西的观念在哪里，而且大概注册几个口碑，懂你吗？就是如果你要强调你跟其他专业的差别，就是说，他会是你是整套的，就是他是 Mac 802去做什么事，我就有整套的对应。好，那我们现在做的还是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我这个在这个框架下，我只要做那几个后面有回应就可以到这。好，问你，如果我要看到 interface， 你只要注册什么？我只要注册那一类。好，然后如果要 TX 跟 RS， 好，那就要做。就是应该有印象吧，就是那扣名加的时候画面可以显示，但是不会有行为啊，如果要 SSI 又要什么的啊，所以其实你要应该强调这件事啊，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流程，对啊，那他微信就是整套给你，所以你再带也不用改，
前段时间克诺迪威特尼过来，就是看着车子就放在那里。好，那这套好处就是说它是一个超很小，你懂我意思吧？你还记得最原始版本吗？这带200海吗？哎，所以你可以追，懂我意思吧？所以这才是反而强调的，就是从那个。哎，对，冲到人，这是大欠缺的，因为你看他会是，就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有这种意思，就是哎，我要如果有完成的跟半成品，你要挑哪一个？大部分人会挑成品，但挑成品就感动，啊，更多时候我们挑的半成品，我才把它掌握住，好，所以你要强调的不是说哎，如果成品比较好，就是目标，不同，好，懂我意思？所以你看，回到你标题。标题是 OK 的，好来，标题，好，标题说我现在建议一个我求快，我告诉你过程，我就真的做了，好，手把手，哎，对，不，手把手有可能是什么我求，那个我求把手嘛，按下去，好，但是你也讲不出所以来，好，那我现在告诉你，哎，这个可以这样做，一定能建，那一边建你就了解了怎么建，那总会可能遇到问题，那你可以提交一些问题，或者尝试可以做一些，那些后面讲下去。啊，懂意思吧？这反而我就过程比较强调，因为是一手经验。好，一定懂意思吧？就像说，你如果介绍维瑞特，说真的，人家可能想听啊，还有第一手作者，第一手资源，对，像这个就是第一手的经验，应该跟大家讲这件事。我第一手亲自做测试，对，好，是吧？对啊，其实我觉得其他地方还可以啦，就是强调点，就是应该是从那种。哪些事做完之后又可以得到 iPhone 可以看到的东西。OK， 好，懂意思吧？那就是 iPhone， 对吧？我没有说那个 Apple。没关系啊，反正你可以再跟我讲啊，就是稍微带过去这样子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蛮好久的，应该说在克诺里面不止 Mac 8020是这样，其实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如果说档案系统是，然后他给你框架，开始做一些口碑，然后开始功能就会完成。一开始做 read， 后来可以 read more than， 然后来可以做那些更复杂的。我到现在在听。啊，我觉得还可以啊，对，就是你那个有些小兴趣这样，其实跟他微信真的是不能直接比较的，那是不同。其实我因为我看你照片。会有这种误会，你知道吗？哦，你说我想要跟他。哎，对，我因为你就列出来了，好，所以其实反正一开始来讲，是我们做这样讲。所以我是太激进，这样太激进。不是不是，你可以比，你可以对比，但是不是在比较。哎，我对比是干嘛？去跟人家说，哦，这个东西已经存在了，这个东西在这里。好，那但是我不是跟他一起竞赛，我只是列出来跟你说，对照看。这完全不同规模的是不是？对，甚至不低。懂意思吧？对，而且说明那个，你那个你们上课什么时候结束？到9月。好的，好，那对啊，可能9月我们再讨论。好，就是我们应该有机会建一个那种很简单的一个环境，然后实验环境。好，我有贴纸，在这里，说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做，就是 interface。有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在做，一定会比他会更简单的，因为程式嘛，很多了。好，是不是？效能不见得好，但是改起来我会容易多了。哎，效能不见得。时间问题，要不要我们开始准备开始？一点开始了。对。好，大家，我们下一场差不多开始。喂。那我们欢迎文伟带来的 Build a Virtual WiFi Driver for Linux。好，大家好，我今天要来介绍就是，如何建构一个 WiFi driver WiFi 的环境在 Linux 中。那我会以一个具体而为的专案来做范例，就是 vWiFi。那这边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成大资工系，然后会接触 vWiFi 这个专案，是因为我上学期有修 Joseph 老师开的 Linux 核心设计，然后他也是我的期末专题，所以我对这个专案，稍微比较熟悉一点。然后我暑假有参加 Google Summer of Code， 然后也是做WiFi driver 的部分。
那我觉得我学到的东西就是我会去翻阅 IEEE 18211的 spec， 然后就是看具体实作是如何。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是什么是 ViFi。那 ViFi 的简称是 Virtual WiFi， 那它是一个 WiFi 的 simulator， 然后它的优点是它是非常 lightweight， 只有1000多行的 code， 然后它的创始人是 Joseph 老师，然后他是我的期末专题，然后他有一个原本的名字叫做 OWL， 然后但是因为在 GitHub 上不好检索，所以我们把它改名叫 ViFi。那 ViFi 可以干嘛呢？它可以建构一个简单的 WiFi wireless 的环境。那底下是一个范例，它是一个两个 station mode， 然后一个 AP mode 的一个环境。那在这个环境之中，我们这三个 interface 都可以互相连线，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 STM mode 不能直接两个人就是互相传封包，要经过这个 AP 的 relay。就是中间这个 AP 的 relay， 因为就像想一下我们的情境，今天你有一只手机，然后你连上的 router， 你连上的 WiFi， 你其实丢封包的时候是直接往 AP 丢，然后 AP 才去 relay 这个封包到你想要传的那个人身上。那这也是我们实验的环境的目的。那我相信有一些人可能有听过 Mac 8021 Hardware Sim。那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80211的模拟器，那就会有人问说，为什么已经有这么完整的模拟器了，我们为什么还需要 ViFi 呢？因为 ViFi 其实功能也不完整，然后又只有1000多行，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它？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目标不一样。这边我带各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80211的装置连上AP 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首先我们要进行我们的80211装置要找到 AP， 我们要先进行 active scanning， 所以我们实际上发送那个 device 可能发送了 probe request probe response 这个封包，这是第一步。然后你找到 AP 之后呢，我们要进行80211的 authentication。那 authentication 过了之后，我们还要进行 authentication，就是关联，然后关联结束之后还没有结束，因为刚刚80211 authentication 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会指定说你想要更安全的认证，可能 WPA WPA2， 所以这时候还要进行80211.1x 的 authentication。 那这一步是最复杂的，而且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它跟最右边那一个 Radius server 就是 authentication server 是有关联的，所以它其实还需要第三方的认证。那这个封包传递的过程又更复杂了。所以刚刚讲的是过程是，就是你要连上一个网路的一个过程，你还没有开始传封包，就要经过这么多的过程。那对我们想要 simple 想要简单的无线网环境的人来说 ，user 来说，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架构。我们只要 find 那个 AP， 然后 connect 它，就像插有线网路一样，我们就是把那个插头插下去，然后就连到了。这就是我们 ViFi 的做法。那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跟 Mac 80211 Hardware Sim 比较，而是我们使用的情境不一样。然后我们这个专案强调的是 lightweight， 然后比较少的 code， 比较少的成本。那我现在正式要进入我们的主题，然后这是我们的 outline。首先呢，我要先跟大家介绍，就是data frame， 就是我们一般传送的 frame， 在整个 kernel 的过程，从 user space 到 kernel space， 然后从 kernel space 到 device 的过程。而且我要介绍说，就是 device 到kernel 到 device 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它会有一些 hook。然后我们要注册那个function到那个 hook 上，他才知道说要进到我们的 ViFi 里面。所以呢，第二点是说，wireless stack 在 kernel 的流程，因为第一点是说 data frame， 然后第二点是说 wireless stack， 就是一样是 user space 到 kernel space。所以第一跟第二点是在告诉大家说，我们需要 implement 什么样的一个 function， 然后可以让这个 hook 把它勾起来。然后第三跟第四点呢，我要带大家介绍说我们实际上的
implementation， 就是第一跟第二点告诉你们什么样 implement， 然后第三跟第四点告诉你们具体怎么 implement。 那首先呢，我要先介绍就是 data frame 在 kernel 的流程。相信各位如果有写过 Scikit programming 的话，对左上角这个 send to 还不陌生，它就是我们 user space 要送封包的一个 code system call。 那它首先 call 完之后呢，它会进到kernel 的 system call interface， 处理完之后进到 Scikit layer， 再到 network protocol，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protocol stack。 那 protocol stack 呢，包含了传输层，包含 IP 层，包含 MAC 层。那 kernel 又把 MAC 层拆成两个部分，下面这个 device layer 就是被拆出来的部分，它靠近 device， 它认识 device。 那 net device， 括号里面 net device 是kernel 就是包装这个 network interface 的一个结构体。那各位可能觉得有点抽象的话，我带各位看这个大家都熟悉的画面，就是 if config， 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 interface，就是 ENP0S3LO， 然后 OWL0， 这三个呢都是 net device。 那我们 VWiFi 一开始就的目的就是要产生这个 net device， 然后之后再加一些功能上去。现在我们 kernel 知道有这个 device， 但是还不一定知道说要怎么 transmit， 怎么 receive。 那我等一下会跟各位介绍。各位有注意到就是Device layer 下面有一个箭头写着 net device operations OPS， 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讲的钩子，就是在 outline 说的钩子，它就是hook 在 C 语言里面的实作就是 function pointer， 就是呢它提供一堆 function pointer， 让你的 VWiFi 去赋值，然后 kernel 就是要传送封包的时候，它就会 call 这个 function pointer 进到你的 VWiFi 里面，实作我们真的传送封包的过程。那这是一个，这是我们 VWiFi 的实作的程式码。那我们 VWiFi 因为我说过是非常 lightweight 的，所以我们实作的 operation 非常的少。那基本上只有最必要的就是传送封包这个 start transmit。那其他的operation 的话就是可做可不做，但是就是这四个是最基本要做的，其他的呢可以可做可不做。然后我现在要来带大家，刚刚是 data frame， 现在我要讲的是802.11 特有的一个 wireless 的 stack frame 要怎么在那个 kernel 里面被传送。那在讲之前，我要先带大家看有市面上有两种不同的网路卡，一种是 full MAC， 一种是 soft MAC。 那它们差别在哪呢？他们差别在 MLME 是做在硬体还是软体。那什么是 MLME 呢？大家可以想象成就是 MAC layer 的逻辑，就是比如说MAC layer 现在要 scanning， 现在要 connect， 现在要就是 prop request prop response， 就是这些我们802.11的逻辑就是 MLME。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过程是非常的复杂，因为我们刚刚有看过那个图片是非常的复杂。所以如果我们把它做在硬体的话，就是 full MAC，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非常 low CPU load 的，就是它可以 省掉 CPU 的工作时间，因为它把这些流程都做在那个网络卡里面。再来呢，因为它省 CPU， 所以它也省功耗。那我们的 VWiFi 呢，就是这个 full MAC 的这个实作，那它在 Linux 里面是用 CF802.11 来包装起来的。那右边我也带大家看到，虽然不是我们 VWiFi 的，但是它是刚刚我们的比较的那个对象是 MAC802.11， 它是怎么 MAC802.11 hardware scene 它是怎么做的？它是把 MLME 做在 software， 也就是 kernel 的 stack。 那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的特点就是它省硬体的成本，因为它把这些逻辑做在软体里面。然后再来就是它更新功能的话，只要更新 driver 就可以了。然后它也可以省掉非常多的不必要的，就是重复的 code， 就是不同的 driver 可以共用一个同样的 code， 一个软体层的概念。那在 Linux 里面，它是以 MAC802.11 来作为资源。
好，那我们刚刚讲完就是我们要用的是 Linux CFG 8.2.11。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 management frame 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从 user space 到 kernel。那通常我们会搭配使用 WPS applicant 或是 host APD 作为我们 user space 的程式。那他们会发，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我们的 device scan 的话 ，WPS applicant 就会包装 scan 这个指令，变成 NL8.2.11 看得懂的指令。NL8.2.11 我们可以想象成它是 user space 跟 kernel space 的界面，它就是把 user space 的指令包装成 kernel 看得懂的样子，然后包装完之后传到 CFG 8.2.11，然后8.2.11再 call。我们刚刚有看到就是 net device 有一个 OPS。那这边也一样 ，CFG 8.2.11也有它的 OPS， 所以呢，我们又看到我们可以做的部分了，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 function hook 到这个 OPS 上面，然后让它可以进到我们的 UEFI 进行真实的 scan。那这就是我们 UEFI 的实作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 STM mode 我们有实作 scan、connect 跟 disconnect。然后 AP mode 有 change virtual interface， 然后 start AP、stop AP。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 STM mode scan， 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我们要找到附近的 BSS、附近的 AP， 就是呼叫这个 scan。然后 connect 的话，就是我们要连线这个 AP。好，那刚刚介绍完就是我们 UEFI 要实做什么，那我现在要来实际说我们怎么做。我们的 scan 的做法非常简单，非常单纯，就是我们走访这个 AP 的 list， 然后我们收集它的资料，收集什么资料呢？有可能是那个 AP 的 channel 啊，它用什么 channel， 它用什么power， 它的 RSSI 如何？我们收集这些资讯，然后呢，第二步我们还要把这个 AP 的 SSID 装到 information element 里面。那如果各位不知道什么是 information element 的话，就是可以参考 IEEE 8.2.11 的 spec， 它里面有讲解。然后再来呢，我们要把这两个资讯透过底下这个第三点的 function 去告诉 kernel， 说我们找到了这个 AP， 那请 kernel 帮我们注册一些资讯，因为 kernel 也会帮助我们，就是我们 driver 要好写的话，就是不能什么逻辑都写在 driver 嘛，所以 kernel 也会记录一些资料。那这是就是实际的程式嘛？那我们可以看到，function 的最外层 list for each entry 就是我们的走访 AP 的过程。然后呢，我们 CFG 8.2.11 inform BSS 这个就是我们收集的 data， 这个 AP 的 data， 这个 AP 的用了什么 channel， 然后 scan width， 然后 signal 如何。再来，IE 那一行。那一个部分是，就是我们要把 SSID 装到这个 information element 里面，然后最后我们再呼叫 inform BSS data 这个 function 告诉 kernel 我们找到了这个 BSS， 然后把这个 BSS 的资讯传给 kernel， 让它记录下来。然后最后呢，在走访整个 AP list 之后，我们要说我们搜寻完成了，就呼叫一个 CF 8.2.11，然后 scan down。这就是我们 scan 的过程，非常的 lightweight。因为我们刚刚有跟各位带到说，就是实际的8.2.11的 scan 是会什么是流程呢？就是我们可能会先发送 pull request， 然后呢再接受 pull response， 对不对？但是因为我们是实做 CFG 8.2.11，然后我有说就是 MLE 是做在硬体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自由，就是它给我们的。就是他可以给我们就是自由发挥，我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硬体要怎么做他是管不了的，所以我们就是直接是找到那个 AP， 然后把它告诉 kernel 这样。那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我们必须实做的部分 ，STML 必须实做的部分就是 connect， 它也是走访整个 AP list， 然后如果它那个 SSID 是我们想要连的那一个 AP 的话。我们就 call 这个 CFG 8.2.11 connect result 去告诉 kernel 说，我们是连成功还是连失败？那对我们而言只有连成功，因为就是基本上是不会连失败，因为如果你找到它的话，你就是连下去就可以连了。然后我们再 update VIF 的 status，
那 VIF 各位可以想象成就是刚刚看到的 interface， 就是 EIP3S0 啊，或是 LO， 那个就是 VIF。然后我们把这个 VIF 加到这个 interface 加到我们的 BSS list 里面，告诉他说我们这个 BSS 新增了一位成员。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 function 的最外层，就是一样是走访整个 AP 的 list， 然后我们用 memory compare 去 compare 说，就是这个 SSID 是这个 AP 的 SSID 是不是我们要的？那如果是的话，我们就透过 CF8011 connect result 去告诉 kernel 说我们成功连线了，然后在 memory copy 之后再更新 VIF 的资料，然后再把它装到我们的 link list 里面，就是 BSS list。刚刚讲完就是 HTML 的比较单纯的实作之后，我们要讲稍微复杂一点的 host AP mode 的 transmit 跟 receive 是怎么做的。各位如果还记得就是我们一开始的那个环境的图的话，就是我们有提到说就是 HTML 不能互相就是直接的传封包，当然就是802.11 有这个功能，那个叫做 ad hoc mode。那个不是我们实作的范围，我们实作的是 STA mode 跟 host AP mode， 那它必须遵照我们802.11的规范，就是 STA mode 必须先把封包传给 AP， 然后 AP 再 relay 这个封包到你想要传的那个人身上。所以呢，我们 AP 的 transmit 就变得稍微有点复杂。我们要先确认说那个 destination VIF 是谁，我们要怎么确认呢？我们要先确认这个封包的 type 是什么，我们有可能是 unicast 的封包，也有可能是 broadcast 的封包，处理方式不一样。那如果是 unicast 的封包的话，我们就很简单的看这个封包的 MAC address destination MAC address 是不是我们的。那如果是的话，那就把它就是如果是那个对象的话，我们就把它传送出去。然后如果封包是 broadcast 或是 multicast 的话呢，我们要把它传送给每一个在这个 BSS 的 station， 然后第二步就是把它放到那个 VIF 的 RxQ 里面，然后第三步是 call receive function 去就是模拟这个 RxInterrupt。那刚刚讲的是 TX 的部分，那我们现在要来讲 Rx的部分。那 Rx的部分呢？各位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红色的箭头，就是 AP Rx的时候，它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它要 relay 这个封包，就是它有可能收到不是给这个 AP 的封包，所以它要把它 relay。那也有可能这个封包就是要给这个 AP 的，所以不知道，我们要先确认。那我们要先确认这个，当然我们还要先确认就是是 unicast 还是 broadcast， 那处理方式不一样。那如果这个封包是 unicast 的话，我们就看这个封包是不是给自己的。那如果这个不是给我们的，那我们就要把它 relay 出去，这个就是 relay。那如果它是给我们的话，我们就进到第二步，就是把它 pass 到 kernel， 让 kernel 去处理这个封包。那如果这个 receive 的封包是 broadcast 或是不好意思，我这个 broadcast 后面的那个写错了，那个是 multicast。如果这个封包是 multicast 或是 broadcast 的话呢，怎么办？就是我们要先 relay 这个封包，因为 broadcast 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传给所有人，那 AP 收到之后还要传给其他人，但是呢，同时这个 AP 也要把它 pass 到 kernel， 因为这个封包同时也是给这个 AP 的。那我有就是如果方便程式逻辑设计的话，我就另了两个变数 SKB， 大家可以想象成就是那个 packet， 那个 packet 就是 SKB。 那我就定义两个变数 SKB， 就是我要传到 kernel 的那个 packet， 然后 SKB1 就是我要把它 relay 出去的那个 packet。 那我这边有列一个表格可以带大家看一下，就是第一个是给自己的那个 unicast， 如果这个封包是给这个 AP 的话呢，我们要把它传到 kernel 嘛，所以 SKB 是就是指向那个封包。那 SKB1 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要传出去，所以就把它设为 null。 那如果是给其他人的 unicast 封包的话，我们没有要传到 kernel，
所以我们的 SKB 就设为 null， 然后我们 SKB1 就是指向那个封包要传出去。那如果是 multicast 或是 broadcast 封包的话，我们要传到 kernel， 所以 SKB1 要 exist， 要就是指向那个封包，同时我们也要传出去，所以 SKB1 也要指向那个封包。那就是我要宣传一下，就是我们 VWiFi 现在就是 contributor 有点缺乏人手，对，所以我先跟大家简单介绍说我们就是还有什么功能没有实作的。主要就是 BSS mode、IBSS mode，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 SDA 可以互相直接连线，这个叫做 ad hoc， 也叫做 IBSS mode， 这个部分是没有实现的。那再来就是 beacon frame。如果各位稍微对802.11有一点认知的话，就是AP 会定时的发送 beacon frame 给 STA， 告诉大家 AP 的存在。对，那这个部分也还没有做。那第三个部分是inter-guest communication， 也就是说呢，我们刚刚的那个实验环境只能在同一个 host 里面执行，我们没有办法跨这个 host。也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开了两个 QMU。用 QMU 开了两个 host， 这两个 host 之间有没有办法直接连线呢？其实是有人做到的。那我们的 VWiFi 就是加上一些功能之后，相信也可以做到这个部分。那谢谢大家。各位有什么问题吗？好，请说。实际的应用场景就是我们可以搭配 WPS Applicant， 然后 Host APD， 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简单的 WiFi 的环境，那可以互相传送封包。我的实验流程没有列出来给大家看，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GitHub 上找那个 VWiFi， 然后它其实有就是传送用 PIN 来传送封包的一个实验，是可以进行的。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请说。Mac 802.11 Hardware SIM 吗？好，就是我们的目标不同。我一开始有说就是 Mac 802.11 Hardware SIM 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 simulator， 它包山包海，它什么都做。那如果有它，可以执行就是WiFi 的一些 fuzzing 的一些测试，那是没有问题。那假设我们今天只是想要简单，就是想要 run 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程式是跟 wireless 有关，然后我只是想要希望有一个简单的环境可以执行我们的程式，而我没有希望说就是它真的发送一些 pull request、pull response 这些实际的流程，我们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就是可以简单 run 我们的那一支 wireless 的程式的话。这就是我们做这个 VWiFi 的目标，它是比较 lightweight， 然后 cost 也比较低的，比较低的 latency。对。好，请问。奇怪的痕迹，就是有时候写过 WL， 有时候写过 WiFi， 其实它是一样的。好，如果
大家贡献的，其实这件事可以贡献，就是帮我想个 interface name， 就是它有代表性，它又会跟原本的 WiFi 撞到。好，谢谢老师的补充。好，那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请你投影片再寄给我。哦，好。是用 email 寄吗？其实我刚刚考到你那一份，那 email 寄给我。好，那我再寄一份，好。不只可以拿一件衣服，还可以拿一块板子哦。对，这边有 FPGA， 这边有实际的那个 RISC-V， 你喜欢哪一个？可以挑。拿那个小蛋仔RISC-V。好。那还记得纸的尺寸大小吗？大，没有号。比较小一点。好看。我刚忘了点数。好，再你提醒我，我看看忘了。好，因为使用者会对，就会看到 bug 问题。这个应该按下去它，我要怎么让它到我的那个？所以这边是 presentation， 啊哈，然后它那一台萤幕。感觉他自己逻辑上在这个笔电的画面的右边，这组画面，对，所以我刚刚就只把它拖到右边去，然后他就投影出来了，然后那个被猫抠掉了，所以可以按下。OK， 所以就这种方式。没错。OK。
在几点。那各位，我们时间又到了下一程，我们欢迎 Peter 林带来的 RISC-V and Beta Linux Getting Started with YoYoYaGo。哎呀，大家好，我是 Peter。那这个主题嘛，很明显就是 Build 跟 Yoto 这样。那我本名是吕前，那我所属的单位是金星科技的软体部门底下 Linux Team 这样。那我们部门有涵盖的业务就包含 OpenSVI， 然后 Uboot Linux 跟一些 Driver 开发维护，然后 QMU 这样，等下会用到。那还有就 support 一些 Linux distribution， 跟我们会 maintain 跟开发 in-house 的 build system。那我这次的主题是，因为我们有些客户会要求就是用 open source 的 build system， 那业界最常用的基本上就是 build 跟 Yoto， 所以我就在这方面有一些贡献这样。那我也会就看这些关键字就知道我用的都绝大多数都是open source 的发掘，那我也会把一些可以 upstream 的东西去放到上游这样。那使用上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寄这信箱。不过我想先问一下大家有用过比如说 Yoto 吗？有的可以帮我举个手。哦，还蛮多的。那是不是可以直接进 QA 了？好，那这个 session 是没有预设大家的背光。那如果你是想要入门 Embedded Linux 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它可以让你有一个对系统有个 overview 这样。然后就是我希望可以让大家去在用这两个 project 的时候可以找到你需要的 config， 可以快一点，因为它里面的东西其实还蛮杂乱的。那也会勾述一下就是 RISC-V 的 production 的 buffer 是长怎样的。那这个 session 不会有 code 的，所以应该还算轻松。那这是 overview。 那一个 build system 简单介绍一下，它会有上面列的这几个特征，就是它可以去重现你的，就是你一个版本选定了以后，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应该都会产生出一样的 binary。 那因为这个 build 的过程从 source 到你的最终产物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嘛，那 build system 通常会希望可以充分利用你的 CPU， 你电脑的所有硬体资源去产生你要的东西这样。那它通常会准备好脱圈，不管是从头 build 或者是从外部 import 进来，都就是你不用再烦恼你要的脱圈这样。那就是 user space 的 application library， 它通常都会有一套可以让你，就是你的 BSP 如果正常 bring 起来，那你要安装这些 application， 通常是就是 upstream 会帮你 handle 这样，所以你可以直接装。那这两个 build system 都有就是产生 image 的工具，那你就可以装在 embedded Linux， 就会把比如说 DD 到 SD 卡上或其他MNC 的 bar device 等等，那他们也都会有 license management 的功能，但这个 talk 就不会 cover 到。好，
那介绍一下 Build Rule， 它是一个可以产生最小的 Linux 系统的 Build System， 那它是用 Cross Compile 去产生的。那它如果你有用过 U-Boot 或是 Kernel 的话，你应该会很熟悉，就是它也是用 Kconfig 来选取你要的东西这样。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 Makefile 的集合，那包含怎么去 build 分为 Bloater 跟 Linux Kernel 本身。那当然还有脱圈。那 User Space 的部分就是它有提供 BBox 是基本，它 by default 是 BBox， 那也有 Systemd 跟6V init 去可以做选择这样。对，然后各种 library 跟 utility 可以使用，有一些 language， 比如说 Ruby 或 Node.js 这样。然后它开发周期是这样，就是每年会有四次的 release。那二月的会是 long term support， 它维护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那其他就是三个月这样。OK， 那它这样没有 release 去开发，就是问题跟送 patch 啊，跟 bug report 等等都是在 mailinglist 上面。那最近有一些新的功能是 security check 的部分，不过这边是没有 cover 到就是了。OK， 那如果是这个主题是关于 respite 的嘛 ，respite 的相关的 target 就是上面列的这些，就是 cumin 的部分有32 bit 跟64 bit。那还有 no ANU 的部分，然后我们 Andy 是有 support， 之前我们有自己的非 RISC-V 的 RISC 32 bit architecture， 那这是就是 Nylon 也在现场，就是帮算是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这次在 Upstream 这个A350 就是 RISC-V 的 platform 是比较顺利。对，那Sci-Fi 跟就是现在可以买到的 Original 的板子也都有对应的 config。 那 BeagleBone 这个是 BeagleBone 他们请就是 BuildRoot 的 maintain 那家公司叫 Bulling， 请他们的工程师帮忙 port， 不过这个板子之后被取消。那是以那个 Starfire 有出一个叫 VisionFi 的一个类似的平台这样。然后其实要看的东西只有两个地方，就是一个是 config 底下跟 kernel 啊、u boot 等等一样，就是你的 default config。那跟你板子相关的 platform specific 的档案，就是放在 board 底下会有那个公司的名称跟你 platform 名字这样。那要不那一个就是。比如或者要投，首先就是要非常清楚你的 buffer 是长怎样。对，那如果是 RISC-V 以这个 dynamic mode 是 OpenSV 提供一个最有弹性的 boot mode 的这样，那它是可以从前一个 boot stage 去知道下一个 boot stage 的资讯。那如果具体来说，就是下 stage 的 address 跟它的 mode， 还有一些 option 可以让OpenSVI 动态去做调整这样。那它 by default 是放在 A2 的 register 去传给 OpenSVI 这样。那 U-Boot 跟 OpenSVI 是会放在一个叫 ITB 的 file 底下。那在硬碟上会有 ext-linux-conf， 这个是 U-Boot 会去找的，就是它去你的 disk 上面的第二个 partition 去找那个这个档案。那这个档案会记录就是 Linux 跟 directory bub 还有 kernel command line 这样，是记录在这个档案。然后就看那个你的 init season， 像你可以用 init runfs 的方式，或者是也是放在某一个 partition 这样。那简单带一下就是怎么去使用，想用一个例子来就是让大家了解，就是这些档案是怎么运作这样。那通常会比较简单的方式会去找一个跟你板子最相近的 default config， 然后从那边开始
因为如果你把如果你直接下 menu config 的话，你会带起那个 x86 的 config， 那你会需要你会需要调整更多东西，所以最好还是从跟你比较相近的 target 去做修改，来客制化你要的 target 这样。那我这边就随便就是我想要这些功能。那我反正就 QMU 的 Vert Machine 嘛，那 Architecture 就是 Linux 标准的 ISA 是 RV64GC， 然后我想用 Muscle 脱线，然后是直接下载 Pre-Build 的脱线这样，因为这可以省下非常多时间，那个整个 Build 的流程最花时间的地方不是 Kernel 而是脱线，所以如果你已经有 preview 的脱线，那建议就是用 preview 的这样。然后还有就是分位不漏的 kernel 部分，还有 vbus， 那基本上你就有一个可以开到 shell 的 linux 的系统了这样。那如果你想照着做的话，上面有列这些 command。好，那脱线我就选这些 config， 那我就是 external， 那通常我会开 GDB， 因为这归纳的过程如果有任何问题，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course GDB 去做 debug 的动作这样。那就随便选一个目前 stable 的 5.18.12 来当做 kernel 版本。那我刚看好像已经到15了，我做拖影片的当下5.18.12是最新的 stable 这样。那再就是刚说那 exclinux.conf 会去boot 这路径底下拿 kernel， 所以我就把它安装到这个路径这样。对，然后 off-tree 的 device source。好，再就是 resize 会有一个 mo 分位。它是 runtime 的，在就是你开到 shell 之后，这个 mo 的 runtime 要一直持续运作，因为它会用来 handle SPI code 等等。你的 antivector 是注册在 OpenSPI 的 trap handle 的这样，所以它不能在 boot 的过程被盖掉。那1.0 的 OpenSPI 算是一个里程碑，它包含一些比较重要的 feature， 像是 HSN 跟 Ticket Spin Lock 这样，然后还有一些 Performance Monitor 相关的 support， 还有就 PIC 的等下就会撞到，就是它可以在你的 Low Address 直接执行这个 ML Runtime， 不用 relocate 到0x0的地方这样。应该说 relocate 到那个 RAN 的 base。然后对，所以就是照这样做选择。那再就是 UBoot 的部分有比较复杂，就是 by default 的那个 QMU RISC-V64 的 Vert Machine 它是没有 UBoot， 因为它直接用 John Mo 去开 Kernel， 它就相当于是把 QMU 当作你的 Boot 的角色这样，所以他没有用 UBoot。 那我们这边想要做就是比较像真实版的 production 的环境，所以会有那个 blow 的介入这样。那 UBoot 会 depends on OpenSPI， 因为他要先有 dynamic mode 的 binary 才能把 ITB 产生出来嘛。那这边有一个坑是 UBoot 他在王基是今年几月开始用一个叫 Binman 的 tool 去产生 ITB， 所以如果他自己跳掉，如果你在这边选你要装的 binary 是 ITB 的话，它在编译过程会出错。那这边是要把它改成 custom， 然后 specify 这个 ITB 的 file 这样，然后就是装 SPL， 就是一些你在boot 过程会用到 binary。 好，然后就是刚刚说的，我们在 production 环境会需要有一些UBoot 可以用 boot script 或者这 exclinux 的 file 去
自动找kernel 的 image 放在哪里这样。那这边用一个build root 的机制叫做 root fs overlay 去，它会把它 apply 到 output target 这个路径底下，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你最终的 root fs 会长怎样，在这个 output target 下面看，对，然后就是上面列的嘛，就是 image 跟 directory 跟要下的 kernel command line。好，然后就是 build root 最终产物是一个 image SD 卡 image， 你就可以直接 DD 或是用各种烧 SD 卡工具去把它放到 SD 卡上面，那它自动把那个 partition 都做好。那 build root 用的工具是一个叫做 gen image， 然后它会吃一个 config file 这样，那就上面列的这个就直接跳过。好，那终于把我们要用的 image 的 binary 都产生了，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兴高采烈去用这个 command 开开看。那当然事情通常不会这么顺利，就是如果你这样开的话，也撞到一个 store ss4。那这时候如果你刚有编 GDB 的话，你就可以开始 debug。那如果你要 debug 的话，这边是它的 command， 就是大 S 是可以把 CPU hold 在那个 reset 一开始的地方，然后就是，然后在你的 local 的1234 port 开启一个算是 debug server， 然后再开另外一个 command 的去用 target 里面连上去，你就可以开始 debug 这样。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要勾述这个过程。虽然我觉得这个才是整个 Bina 流程最有趣的地方，这样。但我就继续下去。那在正式 debug 之前，我通常还会去开一些能印出比较多资讯就可以帮助我 debug 嘛。那如果你要动，就是算是动态的改你的 source code 的话，比如有一个 global patch 的机制，就是你在你自己 platform specific 资料夹底下放，就是给一个绿色的那个路径，然后他就会去找，就是你要编 build root 的时候，他会发现这有个叫 build root 资料夹，那你甚至可以给他 version， 就是你用不同的 build root 可以 apply 不同的 patch file 这样。那我这个 patch 就是把那个 OpenSPI 的 option， 其中一个 option 叫做 no print， 他会把那个 print 关掉。那听说这个之后会拿掉，是不是？又不免天呢？好，就是我觉得这会比较方便啊，因为 OpenSPI 会列出很多就是详细的资讯这样，然后上面是它的流程，就是每一个 package 或是 kernel 啊 bootloader 都会勾述这个流程。那下一个就是如果你用的是 kernel 或是 ubuntu 这种有 default config 的 source 的话呢，它会有一个机制叫做 config fragment， 就是你可以在就是加那个你要开的一些 configuration。 那这是把 uboot 的那个 register 就可以全部显示出来，这有时候会就接入比较多的资讯这样。那简单讲一下，就是 root cause，就是因为这个看这妹妹 layout， 就是OpenSPI 已经 load 上去之后，然后还有 UBU load 上去之后， OpenSPI 这个 runtime 带起来之后会跳到 UBU， 然后把自己 relocate 到一个比较高 run 比较高位的地方，然后它会在透过那个 exclinux.com 去放 kernel， 然后让 kernel 会做搬移的动作。那在这搬移的动作，如果你的 kernel 大于14 m 的话，会去踩到那个 OpenSPI 设定 PMP 的 region。那 PMP 是一组 MO 的 register， 它是可以做 physical address 的保护，所以
然后刚刚说就是 OpenAPI 作为 ML Runtime， 它不能在开机的过程中被覆盖，它要一直维持这个 Runtime， 因为它要负责 handle SPI call 嘛。那所以就是你可以从 ITV 看到一些详细的资讯去列出来，就是你的 low address 跟移动的位置在哪里这样。这移动位置是就用 GDB 去找的这样。好，然后所以就是那个8160的位置，它是 OpenAPI， 然后 SMOD 的 U-Boot 去做存去做 store 的动作，当然会产生 access for 这样。好，那大概是这整个 Brainer 的过程，然后一些比较 minor 的资讯是，Brainer 起来之后，你就可以很无脑的去用它已经 support 各种 user space 的 program 或 library 等等这样。那如果你有自己安装一些程式的，你自己写的程式，那你如果有 debug 的需求，它有 debug GDB server 可以开，然后你就可以 debug user space 这样。然后就是最好是非常清楚你的 package 的 dependency 是长这样。那build root 它有提供这个指令，就是你可以印出你的 dependency 的 tree 这样。那比如说又不刚刚说的 depends on OpenAPI 的 binary 嘛，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只要假如砍掉，那去编 U-boot 的话，它会先去编 OpenAPI。 那如果你清楚这个关系，会比较，因为你有时候会改某个 source code， 然后发现怎么之后都烧上去了，然后东西还是不如预期，那通常是你的 dependency 忘记就是去 update， 所以你的 change 不会被 apply 到你最终的结果上面这样。然后比如有一个叫 external 的机制，就是有点类似 util 的 layer， 它可以把刚刚说的最主要就是你的 config default config file 跟那个platform specific 的档案嘛，那它可以抽出来，就是相当于一个 out of tree 的 build root 这样。那它可以用就是 build root to 底线 external 去存指向着 external 的位的路径，然后在你的 build root 底下 default config 就可以去就是跟一般的Top level 的 make file 一样的功能这样。那我们有这个可以用。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玩过 LightX 这个 Vex Respy 的 soft core 的话，他们也是用 build root external 来产生，来用 build root 这样子。好，然后一些在 upstream 过程我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很建议就是看，如果你的 project 是有用 mailing list 的话，其实 build root 它写的蛮详细的，也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它有很多资讯都写的蛮清楚，所以不管是不是用 build root 都值得一看。如果你像我一样当时是新手的话，对，然后就是他by default 是用 MuseLibC， 然后听说他 build root 这个 project 本来是用来就是做 MuseLibC 的 test 这样的环境，然后就是一些比较 minor 的点这样，然后好，然后刚刚说的 gen image 这个 config file 它没有 lint， 所以你可能要照着上面这个连接连的地方，就是去照他要的格式写那个 config file， 不然他要你重写。然后通常 reviewer 不会有你的板子嘛，那他们是用一个叫 GitLab CI
I 的方式去 build 你的 binary， 那它就会给 test by。那方法就是你去 build 入它的 GitLab fork 一个你自己的你在账你自己的账号底下的 build project 这样，然后你就 check out 一个你 default config 的名字，然后的 branch， 然后推上去，它就会 trigger 一个 CI 的 pipeline。那你就去改那个，有用过 GitLab 应该就知道，就是那个 YAML file 去写说你要执行哪些指令，大概是这样。好，然后终于进到 YOTO 的部分。好，时间快不够了，然后尽量快一点。那 YOTO 它是算是一个标准的 de facto 的，就是 embedded Linux 要做 release 啊，还是等等，就是通常都用 YOTO， 它算是最广泛的，然后它弹性也最大，你可以几乎没有它做不到的事情就对了。那它官网有写这么一句，就是它是产生一个 customized 的 distribution， 它不完全是个就是我们用的那些Debian Ubuntu 一样，就是你还需要做非常多的调整，才可以让你的板子去正常开机这样。然后它用的跟比如的 Mac 不太一样，是 Bitbag 这个 Test Executor， 那它会去吃那些 Recipe 里面的 Metadata 去得知你要编的一些资讯这样。那就是 OK。然后 ReSpy 的部分呢，就是 Meta ReSpy 是作为 ReSpy Architecture 的，它有包含一些 Machine Configuration 跟 ReSpy 本身的 Config 这样，那它就可以上面是已经 Upstream 的一些板子跟 QMU 嘛，那我们 Andy's 最近还在进行中，对。好，然后但你也可以自己 host 一个 layer， 那个 layer 通常会有那个 meta， 那个前面有一个 meta prefix， 这样这个跟那个 Facebook 无关，就是它很古早以前就有这个惯例了这样。然后就是如果你需要某一些 software 去叠在你的 layer 上面，你可以去那个Open Embedded Layer Index 的网站找这样。然后 YOTO 它每年会有两次 release， 然后跟一些 Linux distribution 一样，是它会带有 codename。那现在 long term support 的是叫做 Kirkstone， 对。那张图我觉得就可以涵盖就是 YOTO 整个运作过程跟就是一个概念性的统整，就是它你会有一个路径，底下是各个 layer， 然后这 layer 里面会有 recipe 嘛，那 recipe 会包含各就是刚说的那些 metadata， 然后就是 bb file 等等，然后还有就 patch 跟 config fragment 等等，就是刚 u 不可以做的事情它都可以做就对了。那你要在 layer 之前用之前，你要先 check 到刚说固定的那 codename， 或是也可以是某个 commit hash 就是了。那这边就是刚说 Kirkstone 来代表，就是这是它的 branch name， 然后它会被 bbat 去 pass 这些资讯出来，然后这资讯当然是包含就是source 要去哪里抓，可以从 remote 或是你 local 端抓的这样。然后最终的结果可以是image 或是 page feed 跟脱圈，那有脱圈就是刚刚说你可以去就是给你的 driver developer 或者 application developer 做进一步的开发这样。然后他有提供一个很方便的工具叫 dev tool， 那这等下会提到。然后颜色都标出来，其实只要注意这几个东西就可以了。然后好，先略过。然后 recipe 它会有几种类型，就 BSP Core Graphics 就是一些类别嘛。然后
必备它的杂名称是有固定格式，就 PageMan 加一个底线跟它 version。那你的 machine configuration 跟 user configuration 会去 specify 说你的 page 是什么。然后就是它还有一种是 bb append 的 file， 这个 file 会就是在上层的 bb file 去做一些简单的调整。那它好处是你不会有一堆就是一样的资讯这样。然后装 page 就是上面在你的 machine configuration 加一个就是core image extra install， 然后比如说我要装 vim， 那我记得是 meta 它曾有提供 vim 的 bb file 嘛，那这样你的 target 就会有这个 vim 的 binary 可以用。好，然后 ubu 跟 linux 它有别名，就是它有一个叫 provider 的 variables， 它会写说我叫就是 virtual kernel 这样，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就是如果我用上面写的那个 linux 然后减 mainline 这个拿来用是一样的，就是它有个别名这样。然后这是刚刚说那个 bb append 的机制。对，那 bb 它是一个很 powerful 的工具，就是它会一次执行一大堆的 task， 然后只要 dependency 没有相关，它就同时执行，然后它就印出一堆很 confused 的资讯。如果你 build failure 的话，你就会 debug 到很头痛。那通常我会把它的平行化关掉，然后 servdd 就是可以比较，就是它印出那些在编的过程，不然by default 它是会隐藏起来的这样。然后如果你编，它会 summarize 说你哪一个 page 出错，那你就直接去说我要重编，比如说 OpenSPI， 那它就会重编。对，再就是如果你一个 page 出错，那你用 Ctrl C 去关的话，它有时候它不能直接恢复你原本编译的状态，然后它会缺少一些东西，所以基本上重编是有可能解决编译的错误的这样。然后这是我去用 find 去找，就是 by default 它我的 layer 之间有提供一些 image file 可以直接产生。那比如说多媒体的相关的 package 啊，就是 meta media 等等系列的 image，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使用了。好，然后跟 build root 的 gen image 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用一个叫做 open embedded image creator 工具来产生那个 image 这样。那它是用一个叫 kickstart partitioning command 的语法这样，那给大家做参考。然后脱圈的话，我觉得它Open Embedded 有提供就是 upstream 的脱圈，知道吗？那它很不好，就是如果你要做 external 脱圈 import 的话很麻烦。那我这边就是有问人说，如果 external 脱圈的话，我基本上是要加一个叫做 meta sorcery 的 layer。对，那这个跟 build 很不一样，就是 build 很简单，就选 external 脱圈，然后它就帮你 populate 一个到它的output host 的底下， 那就可以用了这样。那这是右头的方法。然后它有两种产生脱圈的 target， 一个叫 meta 脱圈，一个叫你的 image name， 就是刚上面这些。那上面这些有包含哪些 package？ 它会就是在 sysroot 里面会安装 library 嘛？那这个简 C populate 底线 SDK 是会帮你把那些路径都设好。所以如果说你是要产生 blow 的分位或是可能的话，用 meta 减脱圈那个就可以。如果你是要做上层 application 的开发，你就要用那个减 C populate 底线 SDK 的指令来产生脱圈，那它会放在上面列的那个位置。好，然后这是我们 host 的一个 layer 这样。那用法就是如上这五条指令。不过我们最近觉得，就是我一开始要用这的时候，我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处理那个 host 的
depend 的一些 tool 的版本之类，因为那个 bbback 它本身是用 Python 写，啊，你电脑上的 Python 如果版本不对啊，或是有时候我同时要用，那它换一个账号居然就不行了。那这个问题听起来很像是大可可以解决的，所以的确那个 Yotl 在，好，那我直接跳过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就是 release manager 通常会看到 repo 这个 Android 的算是 version control 工具，那我觉得它装起来有点奇怪。那 mailing list 上面会有一个比较推的方法是叫做 cast， 就是那个 XML 的这个答案是可以直接转换成 cast 要吃的羊膜，那你就可以在各你就可以去注明说你的 project 要从哪里下载，然后放哪个路径，跟它要 check out 到哪个 release 上。那它用起来会像这样，就是一个 cast container 带起来，然后在那个 shell 里面就跟一般使用一样，就是 bbback 的指令，那就可以做一样的事情了。这样。好，那其实差不多这样。那好。但对我要讲的也差不多讲完了，所以有什么问题吗？对，我没有。好，感谢大家，谢谢。Hello， 朋友听得到吗？不好意思，比较晚开始。Hello， 朋友听得到我吗？Hello。好的。那各位观众，我们现在就开始下一个议程，是朋友替我们带来的 System Ready IR， 在 MX8。Hello，Hello，Hello， 听见吗？有，朋友你那边可以大声一点点吗？麦克风。你稍等我一下，我这边调整一下我的一个设定。OK， 我会接电，谢谢。我的 output 现在应该在这一边。请问在后面的人可以听到 Paul 讲话吗？可以 ，Paul， 你可以讲一句话试试看。Hello， 是 Hello， 一二三，好的。Hello， 可以到吗 ？Hello， 可以。OK， 那我们就请 Paul 带来 System Ready IR 在 IMX 8mm 上的实作。好，大家好，我是 Coco， 那我先share一下我screen。他写我的浏览器无法分享画面，这个是权限的问题。是 Mac 吗？好，继续，我分享一下这个示范看看。好的。他写我的浏览器无法分享荧幕画面，这个是需要权限的设定。你的浏览器是你的作业系统是 Windows 还是 Mac 还是？是Debian。Debian。好 ，Debian。OK， 所以如果奇怪，等一下，让我重新加入一次。好的。我想看为什么会无法 share。
你可以有 separate 的另外一个账号的 request 吗？我看一下，另外一个账号是吗？我这边。好吧，我这样 ，Redis 有传给我讯息，我看一下叫什么。他说 OK。来，看一下。好。Thank you.